长相的奖项。丹翠文，香港 TVB 第43届视统，经历过演艺事业的大红大紫，也遭受过香港金融风暴时的经济低谷。如今的邓翠文除了继续的表演工作，更将更多注意力转向慈善事业。邓翠文曾说，爱是流动的，在传递爱的同时，也让自己获得爱的宝藏。变旋律，邓翠文对社会大爱的理解和传达，重新诠释了当代女性对于爱的定义。有请著名演员邓翠文上台。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桂林艺人出版人江西女士。哇，今天的风范依旧，世界难以尽。那个，我们有请邓翠文发表一下来拿到这个奖的一个感受，好不好？是的。真的非常高兴，谢谢格调，有一个那么有意义的奖项，也谢谢投票的和观众。我平常觉得，拿奖呢，就有些都是商业的那种感觉。但是谁去他告诉我拿的是正能量的奖，我就尽量觉得有什么工作我都有推掉，一定要来，因为我真的觉得正能量是比我们得到金钱得到什么名利重要太多了。因为就好像刚刚一丹老师说的，其实很多很多什么漂亮啊，其实很多光环在身上的那些都是很空虚的东西，我觉得都是一阵子的东西，都是长久的。我反而觉得真的是正能量，是永远你可以自己帮自己，而且还可以感染人家。我觉得姐的能量真的是不只是我有的，其实我有的时候，如果我是很怎么说很健康的时候，我可以跟一个朋友或是跟我的粉丝说一句话，他们就会很开心很嗨很有力量，那他们就很快可以把他们的力量就告诉他们的朋友啊、妈妈啊，都可以一直传下去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正能量又不花钱，又环保，多好！是我非常感动这番话，因为我觉得那个邓翠文小姐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，就是传递。因为我们今天办这个活动，也是希望我们有这样的精英女性作为一个标榜对标杆人物，然后希望能够大家感受到这种正能量的一个传递。所以我们也希望您能够继续您的慈善事业、演艺事业，希望您能够把正能量带给更多的女性。谢谢您，我再次努力，再一次恭喜您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掌声再一次送给邓翠文。